用的最好的一个，耶！哦，鬼影重重。第一，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。Nice，帅哥街舞。不用太在意这一首。 的遗憾，没人驻足的现在。第二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。面对是同一个太阳。 Nice，lights，lights，was good。第三，哇！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，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，或者用力的喘息。喂，来了来了来了。 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，哎，拥抱自己。哇！帅哥街舞又出现了，我脚趾头都麻了。哇哦哇哦哇哦！这个用的好，这个道具，这个我觉得是道具用的最好的一个。耶！ 帅哥街舞啊，帅！宝艺术的，真的是有美的呈现。对，赢了！赢了！马东杰，他在排练厅里的时候，只是拿那个胶带粘了一个小方块，他们总说这是道具的，但是我也没有看过。当他们站上去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哦，这个镜子，他们到底该怎么呈现？ 然后直到整个作品跳完之后，我是意犹未尽的。大型道具往往在这舞台上面会给人一种窒息感，就是哎，会不会道具大于舞蹈？但是呢，整体看完之后呢，觉得他们很聪明，他们运用到了镜子，运用到了故事的这个核心理念，也运用到了光束，我觉得是很好的。